这平常嘛都供，都供。我想看我几多钱那个啊？对对对，那边一般给我几多钱个？俺那边有个好多钱。一人一车打卡全国客家乡镇。大家好，我是成都阿雄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江西赣州定南县的天九镇，这里跟广东是交界处了。我走在这里的街道上，听到当地老乡讲的客家话，就非常像广东那边的，很容易听出来。这里应该是天九镇的天花村，这里是一个公交站点啊，上面还有很多地名。有没有老乡住在这些地方？这个公交站牌旁边，这里就是天九商贸城。哇，我们进去里面逛一逛，看一下。这里就是天九镇上的商贸城，啊，有两栋房子，这边也很长，看上去跟菜市场差不多，应该是菜市场吧。我们走这个商城里面来看一下，啊，这里面下午了，没有人。这边是卖肉的，肉类跟水产区。不过我看见这上面都好多灰尘啊，应该很久没有人在这里卖菜了吧。过来前面这里是卖干货的啊，现在下午都收摊了。不过这个市场外面这里倒是有很多商铺啊，卖什么的都有。这里也是天九市场的一道门啊，我们从这道门出去看一下。这个门口还可以啊，外面还有两家卖凉菜的，我看见还卖的有酸酒鸭。有没有天九镇的客家老乡刷到这个视频了？你们对这里熟不熟？有没有住在这里的朋友啊？等一下又拍到你们的房子了。这个镇上也是有一条河啊，这里是一座桥，哎，下面就是一条河流。我发现江西这边很多很多乡镇，它都是在河的旁边，还有山的旁边。定南县这边果然是酸酒鸭比较出名啊，我看见十家馆子八家都卖的有酸酒鸭，而且味道也特别好嘛。我在网上了解到，好像天九镇这边的酸酒鸭还更正宗，我们要不要去买一点来尝一下？大家看一下这个路牌，这里离广东龙川就很近了，可能只有100来公里。我用导航搜了一下，这里离梅州、新宁、五华也只有100多公里。但是可惜的是，我这次要先去福建，然后赣州的话我们才走了一半，所以接下来的话我打算往上走，然后到福建转一个圈，再去广东梅州那边。骑行自行车时，不并排骑行和违规载人，不与机动车辆争道抢行，横过马路时要走人行横道，和注意观察周围情况，确保自身安全。这个路口是我有史以来见过最有意思的一个路口，杆子上一直有一个喇叭在提醒这个过路的人，一直在循环的播放，非常的贴心啊。这里还有一个路牌，最美天九欢迎您。我发现这边的房子啊都修得很有特色，你们看这个房顶，就它这个房顶啊都做了这种造型，就跟那个万寿宫的那种差不多感觉。江西这边的建筑很多都是这种风格啊，我发现在外省就是不一样啊。在成都看天的时候随时都是灰蒙蒙的，但是在外省看到天上随时都是蓝天白云。大家看这朵云像不像是一朵花菜啊？我们看见这个墙旁边还有几只鸭子啊，应该就是用来做酸酒鸭的。我看见这边的房子都修得非常统一啊，都是弄成这种黄色的，这边可能以旅游为主。老板还有没得烧酒啊？有。哦，几多钱一份？35。35。嗯，拿一份吗？拿一份吗？嗯。爱哥给你的汤里头爱哥吧？你懂哦，爱西窗给，西窗给开搞你，西窗嘛，西窗成都，西窗成都是吗？对，西窗一共开搞的吗？有，西窗有300多万，哪个镇？来的镇啊？哪个镇？塞班塘，成都塞班塘镇，嗯，这经常都是讲客家话的呀，对对对，两面上还全部都讲客家话个。差不多了，59块钱。好多啊？59。59。好。56吗？56块。好，56。这平常嘛都供，都供。我想看我几多钱那个啊？对对对，那边一般给我几多钱个？俺那边有个好多钱，因为俺那带一溜西葱给眉头。这个讲的，这个干嘛的？对对对。
两边就离广东就比较近了吧。嗯，那就你应该看的话就比较好通懂。他新丰啊龙那边啊就到你那个一点一样的。哎，他你讲话都有几把广东腔的话我。哎，那个祖先是广东腔不是的。那个祖先是广东腔不是的。他是龙方那里的。广东梅州文化。梅州吗？哎，梅州。梅州都有看人不、哦、哎。那你祖先就没有讲客家的啊？梅州全部都讲客家的。梅州我那紫金吗？对对对，新宁五华。哎，你适应多谢。哪个祖先学五华？我挨着这种广的。哦，你那还讲五华的？个人看你就看得特别清楚。你讲五华的。嗯。五华都客家的。对。现在都基本上都来讲。哎，西宁文化全部的黑，那个双九好像是天九镇给过正宗啊。正宗的最正宗的天九。哦，最正的天八。哦，天八不是天九。以前的天八就是天九镇。哦，以前我的天八镇，现在我改名我的天九镇。没天八镇。哦，原来我的天八镇。天八村。哦，天八村。有年老哥叫他天八公山。哦，对，是归乡啊。姓廖。哦，你姓廖。哦，两边香料也比较多吧？香料的啊，香料，香料啊，也像饭，饭中盐给饭，也归香啊，香底，香底啊，嫩，煮嫩的嫩，哦，嫩，在网上了解到这个天九镇这边啊，这个酸酒鸭更正宗一点，所以我今天晚上必须尝一下，以后离开这里就吃不到了。这个是我刚才在天九镇买的酸酒鸭，这里总共56块钱，好像30多一斤，这里接近2斤，送了两袋料包，倒了一袋都不敢倒了，看到这个汤都装满了。昨天在荔枝镇买了一份36块钱，今天买的这个56，多了20块钱，不过这个分量看上去要多了一半，我们尝一下。这个肉好结实，一吃就是那种土鸭子。嗯，确实这个味道感觉比昨天的要稍微好一点点，不过都差不多，可能是我没有经常吃的原因啊。我感觉吃的味道也差不多，好大一盆，该少要一点啊，感觉都有点吃不完。这个酸酒鸭吃的太香了，我们马上就要离开定南了，之后就不怎么吃得到了。我们下一站的话就往龙塘镇走，龙塘镇也是属于定南，然后再往前面走就到安源那边了。到了安源，然后我们再走寻姑，慢慢的往上走。视频拍摄不易，大家看到这里一定不要忘了点赞、关注、收藏、转发，我们让更多的老乡能够看见。